台中有 YouTube 梦想特快车上车喽。大家好，我是二树少女装的老板郑勇师。那这一次表演，我担任是贝斯手部分。很谢谢中友给我们这机会。然后我的梦想是，让我的自己的乐团红了，然后我们可以让大家更多人知道。谢谢大家。大家都认真，可是我真的很不会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在中友担任 Dear Two， 然后专柜小姐。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。啊，还有路人在那。实现了吗？刚刚有做表演，离目标近了一点。好吧。对，这就找到。是俊佑，目前在中友百货的家用客担任柔管的职位，梦想是成为一位鼓手。这辈子被自己吓到过？有。小时候怕黑啊，就这样被吓到。上来顶楼这边拍这个机会真的不多，一上来的时候觉得哇，感觉都对了。很感谢大家辛苦的工作人员，还有中华百货给我们这次机会。3、2、1，开始。